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好，真的好，漂亮！大家今天心情都还好吗？好。OK， 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有。好，那你来干什么？喝酒啊！喝酒啊！好，尽量喝。2013年的第一天哈，希望有一个好的开始。喝酒是最好的做一个祈求今年的新希望。漂亮啊！大哥，那个酒是什么？可乐纳的哈。对呀，你眼力好好啊。防疫的防疫的可乐纳防，可乐纳，防疫的酒就要喝可乐纳 19。还是飘一点雨哈。这是铁花村，是迈入13年来第一次跨年呢，飘到下雨。不过呢，下雨天台东呢，铁花村也是一样哈，越下越开花。我是村长，我是村长。村长好。漂亮，可以。要拍照吗？好，可以拍照，我很多一个口袋准备好，我是村长。祝大家祝大家来铁花身体快乐信村长得永生。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安排非常好的一个在地乐团，叫蓝心乐团，非常优秀，而且呢，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欢笑欢乐在这里。一定让你们值得了，花这个钱来到铁花村。铁花村什么都不好，就是优点太多。那我们的酒也很好喝，调酒也很好喝，消除体力，恢复疲劳，一定会让你的身体今年呢，你的事业，家庭会美满。好，演出当中呢，位置上不可以抽烟，唯一抽烟的地方就在那边哈。已经有个帅哥在那边挥手。张老师好，那边一直抽5根、10根都没有关系，尽量抽。不过呢，烟蒂抽完丢到那个桶子里面那个水桶那个不是垃圾不是垃圾桶，那是丢烟蒂的。那吃完东西的朋友呢，麻烦拿到厕所前面有个分类垃圾桶，把它分类好。优秀的厕所在这里，先女生再男生，了解吗？了解。铁花村的范围就这么大全世界不到2000坪就可以当村长的就只有我而已。大家很幸运村长呢已经迈入第二任村长可以连任2次，一任10年在这里为大家服务。好不好？好。今天下雨不过呢你要上厕所要去拿酒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天雨路滑小心蜗牛踩到就滑倒了。刚刚村长敲钟的地方呢，你非表演工作人员不要进去那边大家就在这边活动要叫要喊要跳都可以在位置上如果说可更好的话可以到前面。好，因为这个呢疫情虽然说口罩解禁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健康还有别人的健康。你打喷嚏咳嗽的时候呢一定要嘴巴捂起来，好不好？不要随地吐痰，好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走路可以边喝边吐，但是很难到家安全很重要，安全很重要。大家手上都有盖个章，随时都可以进出我们那个入口，只要秀出你的那个章，你就可以自由进出。好，那明天呢是2号，礼拜一、礼拜二，铁花村休村我们都是礼拜一、礼拜二休村。有空你可以来，没空也要来看一看、拍拍照。好，最后呢，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所有铁花村人员，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出门在出外里有平安，好不好？但是最后呢，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你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不要用闪光灯。待会呢，我们的狗有很多都会出来走动不要随意摸它们摸它们的话，麻烦用 iPhone 给它们100块那些的，你过期的钱拿给它。
好不好？你叫他，他不理你也没有关系。他们都是隔代教养的，很不好处理。好，耶，大家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准备关灯回家吃姜母鸭了哦。好，现在我们就掌声欢迎蓝心乐团第一回合，耶、yeah。